宋徽宗画的神品，宋伯纳提的款啊，东西画挺好，这是老的，但不是宋徽宗的。神品这几个字写的差点，这个画画不是那谁宋徽宗画的，不是现代的，是老家，包括向子京的章是对，向子京是大收藏家，表的也是非常糙，这是可能是就这几十年都表的。首先那纸都不是那时候的纸，现在拍卖史上比较多这种老家。不用放大镜看得很仔细，这不用放大镜，这看这章都不是章。你像那些章，第一，宋代的印泥不是这印泥，这个明代印泥不是这印泥，这个清代印泥不是这印泥都一样，是宋徽宗的，朝代不一样啊。这是明代的，这是向子京的，印泥都一样，应该是一个硬币。对，它一风格，它都一样，它各个时代印泥它不一样，不是不全一个色。因为宋徽宗大家伙知道，宋代院派画的非常好，这种手柄体也是创立的，非常好。但这个字体，一个是写的字的力度，还有一个它这个。董邦达这个题款都差，见仁见智吧。这东西在拍卖场合一般都是无底价拍卖，都是这个最近这种拍的比较多，而且人都是原装老表。几个朝代那印泥不可能一样，因为这东西一直在做。